中立不合一点嘛，我甲各位各位讲，是安奈中立迄个即个报告，因为七月七日开始，甲即个十二月三十日，各州的州长开始来编列预算，就你州的预算到底变哪边？编好以后，中央若审了以后，即、這个钱就挂了，回去运作。所以即摆开始做半年预算的编列，啊，半年的预算。啊，这个州若通过以后，过来就是各大型开始编列讲你要执行业务的预算。所以这个好真重要，你唔通因为咱大官大部分的人唔捌做对官啊，啊，这个啊做一本比哦，根本袂人讲搞不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啊做即摆专业这个报告，我拜托各位吼，你要做笔记，哦，你要做笔记，你说听啊，无你吼，你今仔你以前你袂晓编。哦，啊变啊变啊变啊从，这真简单，时间也真短，的时间哦，马上讲会知影讲哦，啊这一分里变啊变啊少，啊而且这意思你也那边，谢谢。啊，各位同事，我即摆咧讲这物件，若是听袂清楚，啊是有疑问呢，你就爱举手来问，哦，啊个了解好些，而且部分是较基本吼，啊一般人不是。啊，就是读财经，那有读新闻吼，成本效益分析吼，也是太了解吼。我简单讲是讲，咱去编预算变哪编，那个时间做起来很久，时间是必然过去。啊，每一个无同款时间，拢有一足重要、足一意识、足一问题、足一问题，咱要解决，但是一个年度来去，吼。足侪问题要解决的是，咱无法度用咱资源有限、时间有限，无法度每一件拢来解决。咱去甲找出讲上重要是啥，个优先顺序爱来排列出来。你编预算的原理讲，先排列优先顺序，但排列优先顺序你安怎去排列？去别人讲，哦，我这件来较重要，但是做这条就足重要，但这边我唔是哦。我这边哦，足需要啥？足需要办一下考，哦，较老人较侪小夫人讲啊，我都爱老人福利。但囡仔较侪小，较年轻的小夫，我这需要教育福利，所以目标组织，大家所希望的进步开始在做，有一点，哦，但是讲这边讲老人福利爱一百万，这边讲教育福利爱一百万。结果总金额才一百万，咱预算总预算总收入税收才一百万，啊，变安搞分配哦，大家拢满足。所以有一个优先顺序出来，哦，这优先顺序唔是由政府官员来决定，哦，第一古典学派，威尔逊以前，哦，就是威尔逊总统以前，古典学派拢认为所有的公务员。都有公正的心，所有公民伊所做的决定，唔是为个人，唔是为政党，唔是为长官，唔是伊的朋友甲亲戚，是为了在座也是所有的民众来想。所以主人伊会变成一个啥？伊变成伊所提出来政策，也是伊预算编出来，拢是对大家拢公平，这是古典学派的主义。但是为了顺利要改怀疑。实际做起来是安尼，这个决策者，这个公务员，伊嘛是人做的，伊嘛是爸去做的，伊心肝嘛是软的。这边有人甲塞红包，讲你着给我较侪教育福利；另外这边有人甲塞红包，你着给我较侪老人福利，要求一百万尔，这边要一百万，这边要要安怎，我都做决定的。最后结果是，伫先进国家，伊会去想办法，两个国家红包先收再讲。天然化较侪红包，我就回这个预算嘛。无发红包，我就无预算。结果就是安尼，中国文化就是安，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五千年、三千年的历史，就三千年贪污文化，所以未进步吼。咱即摆要有一个新的观念。时间你伫咧过，每一年拢有足侪项目要做，但是中间一定有足重要的，咱要先排列优先顺序。第一重要是啥？第二重要是啥？重要目标，主要目标就是。预期次要目标里头一百万，
啊，要安怎排个优先顺序？就是你每一个建设计划、每一个支出计划，爱去计算伊的溢本比。溢本比，溢本比大于一的，但是我们这个钱开出，伊效益对全民服务业增加是大于一的。如果溢本比小于一的话呢？你一百万开水，你这所发生的效益是八十万、八十万、五十万，你就不见得，你就是多少回收？因为我都不回收，我都会产生回收、再回收、再支出安尼的能力。哦，所以你编预算的时候，第一个爱心编列优先顺序。第二呢，编列优先顺序是计算的溢本比越高的，表示这个社会需求度越强烈。啊，就排在上头前，啊，就排在上头前。那是讲，那是讲有十个月收费费用爱一千万，或者爱千五万。十个月排落来，一分比大一那么排落来，爱一千五百万来收息，政府收钱收的，这一百一千万的。啊，然后来排，他说一分比最高的3.5、3.0、2.8、2.5、2.0，哦，安尼排落排到。1.5，安尼开起来才一千万。1.5到以下的，哦，1.4以下的，统统来舍弃，给他舍弃。舍弃你几块工完全不会损，行，这个年度不编了，下个年度有钱再来编。用这个方式，安尼是你这个财源才会丰裕。啊，溢本比越高的，代表整个社会的需求强度越强烈，也会产生的效用越大。啊，所以这个未来去带，未来去表现你的需求强度，这个是可是公民投票哦。你看，先进国家它常常有这个在选举的时候，连双地龙杆总统选举，或者是这个众议员或者省的这个那个啊参议员的选举里面呢，就会加入一个民意调查，就它是一个什么 referendum， 就是国民意见的表决。哦，那在美国很常常来说是，当然了，这叫公民票选，公民投票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最早是在瑞士开始，就是对公共事务表达他强烈的意愿。哦，在选举市长或者议员的时候，顺便在你的那个选票里面有一个问题的争议，比如说要不要盖一个运动公园，这个运动公园要花10亿，如果盖一个运动公园，这10亿怎么来？哦。政府的规划观点规划是说，每一个家庭都要负担多少？比如说负担3年或者5年，就可以找出10亿来盖一个运动公园。而如果你愿意支出这个税捐，那我们就来盖这个运动公园。是安尼来做的，你请到哪里？那完全政府决定，啊，民间那无表达一点机会，你是安尼。所以哦，类似这样一个强度就出来了。假定说有。10万票的选民，结果60%这么说，哇，我愿意付3年到5年的这个税金，比如说我房屋加税、土地加税、地价税加税，就是财产税加税，然后3年到5年，哦，加税加到所有的税收有10亿，那我们就在3年到5年再来盖这个运动公园，类似这样，哦，啊，这种强度在10%，比如说超过半数嘛，就半数决，哦，叫什么 majority rule。半数决定说要做好，那我们就课税，课3年到5年。哦，比如说原来的这个税收是一年是有5亿，好，我现在是增加了20%，就每年增加1亿，5年就增加课40%，增加40%，每年增加2亿，那5年就增加10亿，这样来盖这个运动公园，就是这样。那当然要公民投票的时候是超过50%以上的人赞成。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贪求民意的一个地方，将来我们可能要学习这一点，常常要做公民票选的事情。那好了，如果计算出来的这溢本比超过一以上，我们考虑，如果钱很多，当然一以上就全部照单全收，如果钱不够的话，就是一直从3.5一直排到1.5的话，一下就放弃了，再等再下一个年度再。所以计算法是这样的，计算的方法非常明确，问题来了，我钱花出去了，很明显可以计算它的成本，哦，
从第一年到第五年，我盖这个运动公园，从前前后后，从规划设计到开始动工到完工，每一年每一年都有它的支出，就要计算出它的限制，用那个回归这个限制法，把它就把它平减过来，平减的办法，就是第一年支出，比如说第一年十亿里面，第一年支出是一亿，因为是规划，还有开始这个做一些地基的建设的时候一亿，第二年要两亿，第三年要三亿，第四年要四亿，总共是十亿。所以呢，第一年就是一加你的利息，社会这个叫社会偏好率，加上你的社会偏好率，通常社会偏好率是用市场利息利率来计算，一般来说是用央行所定的利率来做一个利息。比如说我们诉讼里面常常说不可不限这个东西，这代表一个社会的这个社会偏好率时间偏好率利息就是一个时间偏好率，这个理论上不晓得怎么说才能够了解。就是我现在如果借你100万，那我借你以后呢，规定就是严明，这一年里面我不能动用这100万，这一年里面就给你拿去用了，所以我就丧失了我的这个流动性。在这里面我就很忍耐，我即使没有钱都要很忍耐，但我100万在里面是一年以后才能拿回来。但一年以后你要给我多少？你要给我105万，这5万块是因为时间的偏好，所以我愿意放，你愿意放弃这5万，但是我愿意放弃100万借给你，我100万的所有钱，但你还给我要给我105万，这5万就是我的时间偏好的概念这5万除以100万就是利息的概念了。好，我们这第一年是第一年是一亿除以一加0.05，括号零次方当然就等于一了。第二是2亿，是以父母是一加0.05的一次方，你第一年应该通常都是第一年就不太算，第一年把它变成基期，所以基期就是0年了，所以就0次方。但第二年的时候就1次方开始起算，第三年就是2次方开始起算。三亿除以一加0.05，括号2次方，第三年是2次方，第四年是3次方，一亿、两亿、三亿、四亿，第四年是四，第四年第五年是4亿，除以一加0.05的4次方，这样把它还原过来，叫做我们的资本，我们成本的限制，就是成本的限制，这简单的数学概念叫成本的限制。等到你开始做好，就开始营运了，你就开始有收益。当然呢，在营运的过程中，要不要成本也要，就是 working capital。这个时候你营运的成本是每年，比如说要支出1000万，管理这个运动公园要1000万，你第五年的话，1000万是一加0.05的括号4次方，这是你的成本。所以假定这个运动公园可以用30年，所以你一直往后延伸，每年都是1000万的这个营运成本、营运费用。但是你效益就开始来了，你在营运的时候，你第一年要收入多少？第一年可能收入5000万，第二年要收入5000万，这是第六年了。第六年收入5000万，一直到3年，每年都5000万。你把这5000万除以第一六年的时候是5000万除以括号，除以括号一加0.05的5次方，然后一直往后延伸到最后30年的时候是5000万除以一加0.05的29次方。好，这样把这个收益的部分的那个限值加总起来，把成本的限值加总起来，看收益的限值有没有超过这个成本的限值。假定成本的限值总共合起来是12亿好了，因为它是每年1000万嘛，所以一定要很小。那个收益的话呢，我们估计5000万的时候呢，可能的话是什么？可能的话是有10亿价值。每年5000万，这用25年是多少？每年5000万用25年，事实上是有12亿多哎，所以变成现实可能不到10亿哦。所以可能会在估计的时候要估计到更严重一点，就更深刻一点，就是说会不会到第10年以后它变成1亿了，每年是1亿。第20年的时候，它每年是2亿的收入。那如果有这个可能，我们就会看到它可能整个的收益合起来的30年的收益。三成，当然前面5年是建设，后面25年在收入，那
那结果呢收入整个收入的限制啊，受益的限制啊，大概是在15亿。好，假定说我们成本合起来是12亿，结果合起来的这个效益的限制是15亿，那是15亿除以12，那这个亿分比就变成什么？1.25。因为15除以12的话，第一个一，然后剩下三，啊3×3=12.25，所以刚好是1.25。那这个你的这个亿分比大概是1.25倍，那就超过一了，是这样计算的。啊，所以效益的计算这是最直接的，这直接就是说我建设完成之后，每年收入多少，去把它还原成现值，还原成现值。这是代表没有风险情况之下，如果有风险的话呢，那你的利息可能要加高。什么是风险？比如说我盖在这个地方会不会发生土石流，因为在山边。像我们去看那个烧饭赛的时候，在那个 Pennsylvania 的 Williamsburg 威廉斯堡那个烧饭赛的地方，它这个山谷中间洼低洼，这个山两边就是四面八方都相对高。在台湾的话，一定发生山崩，或者是会有土石流。啊，里面空无一物啊，就是几个base在那个地方，那几个简单的设备在那里，不像我们的棒球场都弄进去一个水泥的棒球场一样，水泥外露。哦，像那个天母棒球场花很多钱，事实上没有效益。我去盖瑞看那个沙棒赛一样，盖瑞那个沙棒赛的球场啊，那就有几个木头，几张木头椅在那里，那就是沙棒赛的那个捕手的后面有一些网而已，那两旁都是放什么？放的就是木头椅子。结果他在举办世界沙棒赛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举办世界沙棒赛的时候，很多世界各国人都来参观，来看表演、看比赛，所以就有观光收入。我们花那么多钱去盖那个，中华民国花那么多钱去盖那个什么天母棒球场，是水泥盖成，外露在那个赤壁球场旁边。那花了好隔几次3亿5亿，可能8亿9亿10亿，但是外面看不到。啊，因按照道理是那样的建设。要像美国一样很简单，哦，很简单，所以它的效益就很高，又花的成本很低，哦，所以这就是我们花钱的方法不一样。那这个计算，刚刚讲到就是说，好，我们的盖了一个运动公园，然后这是刚刚讲是直接效益、直接收入。那我们在直接收入以外，还有一个间接收入。什么是间接收入？当然啊，我们会想到说。哎，这个运动公园盖好以后，它是一个公园。除了这个运动公园它有收费以外，因为进去人使用这个设施要收费嘛，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所以它可能一年收5000亿，或者一年收1亿或者2亿之类的，就看使用的人多不多。甚至办比赛，然后很多人来参观收门票，哦，这样的一个活动。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它的效益啊，什么效益？比如说这一带有一个公园。然后呢，很多市民来这边活动，这个活动就产生一个间接效益。其实，一个好的公园的管理可以让很多市民健康起来。那如果一个有用心的政府，甚至说进入公园可以投10块钱做清洁费，这个也是收益。我们不讲说有10块钱的这个清洁费的收益，我们就讲到很多市民去那边啊运动，那就产生什么？让市民健康，这个可以估计。估计说，哎，这个地区的这运动公园，估计因为空气品质改善了，生活环境改善了，这个地区的居民是不是身体健康好一点，是不是活得比较久一点长寿？这可以比较，可以调查。调查结果，比如说平均年龄，这运动公园之前他可能是平均年龄是60岁，做了运动公园，有了运动公园之后呢，哎，平均年龄他只能到70岁，那这个就有价值了，因为差10年之差，很多人都很健康。代表什么？它有相当多的间接效益，那就可以做估计。那这个估计，要去怎么看？就是要怎么样去精算？那常常呢，在中华民国的体制里面，没有所谓精算，
就把它腐烂的估计。怎么腐烂估计呢？比如说，台州港当时建设的时候，它一吨米把它定在算出来是2.4。1976年，我带一批学生去那边做调查以后，我写的研究报告里面就跟他泼冷水，绝对不可能超过一，因为我到最前端去看它的飘沙，每年都要输进，光这输进量就不得了，所以不可能无一。而且他当时鉴定会估计的是说，为什么会掉2.4？因为他说到了1991年，台中港的客货吞吐量会跟基隆港一样多，台中港的这个营运量会相当的大，还有台中港台中地区的这个人口会增加到50万啊！我当时去看这个台中港附近的乡镇市去做调查，去访问那些工商业的工商业的这个企业家，还有访问民间意见，大家都说不可能，为什么？没有，因为在那边投资。人口还在流失，不可能在1991年增加到50万人口，到现在还没有到50万，可以想见整个估计是太乐观，所以他说建设台中港以后呢，他一吨米是2.4，到现在是完全失败。好，我们有了这个一吨米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只能做我们的计划。今年的7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我们半年的计划，我们总预算是很有限，顶多每一个州是100万。所以只能够给拨给700万，所以每一个州在做100万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我那天在中央结束委员会里面我做一个报告，就是说你怎么样是规划100万的预算，我的重点就是我们这样重点工作要推动或者推销我们的公民权利的这个公民的那个公民啊，我们台湾公民证就是 ID 啊。TEG 的 ID 啊，台湾政府的公民证，这样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我想来想去，每一个计划支出计划都有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其他是次要的目标。那主要的目标就是直接效益，所以我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各位州一定要去考量，你在这半年里面，如果有可能，你招募的人来申请 ID， 申请我们的那个公民身份证的1000个人，那你就编100万。因为我们1000个人的话，他来申请 ID， 我们就收1000块钱，所以1000块钱乘上1000个人，刚好是100万。最直接的效益就是枪的，花100万出去，我们就收到这个申请公民身份证的收入有100万，也是刚好。但是刚好也就等于一而已啊。但是我们要给他一个间接效益的这个计算。什么是间接效益呢？如果我们的朋友台湾人听到有这个公民身份证的申请，他就来了，那我就一直跟他说明，说哎，希望你来参加我们的什么研习会。好了，他就来参加研习会。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来参加研习会，1000个人里面有90几岁的老太太，有3岁2岁的小 baby， 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学长，台大篮球队的学长，他听到我们在办这个东西，他很兴奋，他打电话来说：“哎，崔姐，我的孙啊，好杀回干来申请，我们也要报比赛，就欢迎你来申请。有3岁，我都给他申请。那是讲，他可能来上课吗？3岁，刚好我们都一起说他来上课，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参加这个申请 ID 的可能有1000人，如果我们把一本笔。那个效益啊，效益是要变成1.2元的话，那代表你这里面1000人里面有200人来输赢。所以呢，如果你把它变成1.3，就是1.3减3，就是0.3，这0.3代表你大概有300人来输去，用这样来计算你的这个间接效益。因为把申请 ID 的人来参加研习会的，我们把它当成是什么？是我们的间接效果的话，那就是一个间接效益，这样是最直接了当的。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担任过公务员，更不晓得什么是预算怎么编审，或者是预算怎么执行，那一吨米怎么计算？我这么简单的、你们具体的讲出来，就是说，理论上不丢很多数学模型跟理论，
那是我们以后在行政大学要上的东西。当然要上这些课程，要有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啊、哦，基本的经济学概念，有微积分的概念，我们就可以在黑板上写很多数学模式、数学模型，画很多图来说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谈这个，因为理论背景的前面有很多实务上的工作，我刚刚讲这都是实务上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来计算一下，就可以很具体的来做一个规划，做一个预算书。这预算书里面可以说明清楚，我们要支出多少，那我们产生多少效益，哦，那比如说这个支出的目的在哪里，啊、哦，支出的方法在哪里，支出的效果在哪里，就是在产生的效益这部分来陈述。那我有这个效益，就是我要找1000个人来受训，所以我申请100万，然后我估计那会我这1000个人里面呢会有200人，我鼓吹200人来上课，那这就是间接效益就产生了，类似这样子哦。那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比如说每个人来上课，因为我们的到水院来上课的收入是水院的收入。那水院的收入为什么会产生效益呢？因为水院的收入都做来建设整个水院。比如说我们现在后面需要希望能够做一个厨房跟餐厅，厨房跟餐厅我的理想中是不是只有150平，而是说厨房跟餐厅哦，厨房如果是1层楼的话，所以如果厨房如果是30平的话，我们的餐厅可能需要2层楼哦，很大很大的一个厨房跟餐厅，当然厨房没有当然比现在大，但是呢餐厅要大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容纳300个人同时吃饭，啊、哦，不要说分批。那天我们将来我们在后面已经盖了增加了150个床位，将来可以同时300个人来受训。那这么多人，我们后面那一栋需要什么？需要一个30个人或者20个人同时使用的厕所，那就要花钱。另外呢，我们将来如果要在还没拿到证件之前呢，我们要成立一个行政大学，我们需要教室。所以我们可能在6楼跟7楼呢加盖，把6楼跟7楼那个地方涂出来的东西可能整修一下，然后把延伸出去加盖，因为它的基础是很稳固，基础那个基础地基是7层楼，要盖7层楼地基，因为经费有限，所以当时是盖5层楼，然后加盖上面一点点部分。那如果说我们需要教室的话呢，我们需要办行政大学的话，就可能会加盖2层。那可能就要花钱，所以去受训研习会所收入的每个人交的6000块这个东西，哦，过去是5000块，那现在6000块的这个收入呢，主要是要用在我们的水源的这个设施，还有水电。我们夏天热的要命，现在我们决定说要装2个这个分离式的水冷式的这个冷气机，我是怕今年夏天很热。我记得去年的时候，秘书长都说：“哎，我们开幕式闭幕式都要穿西装讲话。”啊，我这个全身都湿漉漉，啊，就很抠。不管这些节意义也训练的哦，但是很多学员啊，因为上课的时候很热，真的扇风，啊，电扇吹来吹去都是热风在那边转，所以是不太有效率原则。那我们现在打算。所以是这个契机，让大家的这个不管是讲课的或者是听课的都能够安心的讲课跟认真的这个听课，这个效益会比较大哦。所以这个都要花钱，那要花钱就要从这个收入里面来支出哦。那这个不算我们直接的收益，但是呢，我们间接收到这个好处，所以我们把它等于说200人。来受训，那就说，哎，我的间接的效益可能是，就是那个20万，哦，200人就我们把它计算一下，啊，从每个人1000块就20万，300就是30万，这样的话，你的总效益大概就120万或者130万，除以什么，你的那个支出是100万的宣传费用，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学习起，一个简单的计划。来做看看，将来正式这个东西啊，多种多样，很多利用要花钱。一个水沟，哦，一个路边的这个curb，我要把它做得好；一个shoulder，哦，要把它做得好，都是要花钱。哦，
甚至说一个篱笆、围墙什么的，还有那个路啊、桥梁啊，特别是学校教育，我们将来最重要、最重视的就是学校教育，怎么样子把流亡殖民体制的教育完全把它切割掉？我们不要那些东西，我们唯一最大的改革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有关我们脑海里面思想。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社会，它没有资源没关系，只要它脑子里面充满了什么创造能力的话，自然而然就有组织能力把那些资源抓过来，全球的资源都会公为我用。如果我们资源很多，但是教育是失败的，都在控制你的思想，都在洗脑，让你充满中国政治文化这个最糟糕的部分，哦，结果大家僵住在那个地方，当然就没有办法运用全球的资源，就是自己的资源都没有办法运用，也没有办法保存自己的资源，就像我们的林业资源一样，这就是几年来破坏殆尽，就是因为那个教育内容是错的，贪腐化变成非常流行，好像变得很正常。而且这贪污啊，不是只有在政府部门，就是企业部门也很多员工是贪污腐化的，这都是风气使然。也就是我们要去进行新年改革，真正的新年改革、思想改革，哦，它的观念改革的地方，这要靠大家来努力，哦。那我就简单报告到这个地方，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如果有问题的话，请您举手，我来能够回答就给你回答，请。但是因为你从你有两千个人来申请的时候，你本周就已经收入多少了？本周大概已经收入350个，350乘2000就70万了。你看有70万，2000就有70万的收入，你就有收入70万，就可以足够目前的收入。我们配合各州，我们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个钱都没有给大家，我们已经有将近2000人申请了。就是讲无比莫贵，这是咱的本领。咱无半项呢，咱无结婚呢，结果大家认真去拍拼，讲有2000人来申请，这样做够好呀！哦，要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所以我现在想说，我们有100万，每一周如果申请100万，那你就可以积极的去努力，赶快接出几千人来，接近2000人来，哦，还可以旅游去，不得了！哦，就变成产生一个什么效果？经济学的名字叫做示范效果，叫 demonstrate effect。这人咧做这代志，伊来甲讲，你过来我来从我来做这代志，啊，示范效果出来。啊，哪几人咧做微信哦？我哪几天？所以哦，你可能这一半年哦有2000人，下半年可能4000人，再下半年可能8000人咧，这个示范效果的作用，大概直接买船嘛。如果申请有啊，有啊无，我一无啦，我一定啊无啦无，赶紧来申请，就是这样。示范效果的作用，要上努力。这个总理，各部门
咱是真爽啊！千个月内底申请2000件，啊，你想看啊？美国迄间公司是美国国防部下海特别设的公司替咱去做，伊替科威特啊嘛替咱做，啊咱千个月内底是做2000件，啊你若总是头家，你会干干叫无？你会干干叫无？2000件呢？那七个月能做2000件呢？撩死我不来骗你。最近哦，我嘛受到很大压力啊。就哎，你们到底机器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发生什么东西啊？啊，你们本来跟我们讲说一年可以做20万吨，所以这个公司传落去哦，啊人员请落去哦，太人拢要买 day off 啦，拢要甲遣散去啊，所以哦。这当然啦，这我唔该甲恁那个叫苦过啦，我讲做你先讲，确定啦，看下面讲哦。哎，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本来你们是讲说一年有20万，结果呢7个月才2000。拜托大家多多加油啊！啊，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哦，本来我们说大概一年有20万，结果现在2000了，真的距离太远了。所以我们现在预定预算重点在这里。所以希望各州加油，真的，我真的希望大家加油。只能说今年我们各州每个州都1000，只有6000，但是半年6000比前半年的2000已经超出3倍了。那所以这个在下半年，哦，在下一个半年或下一个半年就不得了，继续努力就不得了。一方面我们人力比较充裕的，啊，人力比较充裕，因为我们开始有点机会下来。只能说明年，哦。整个一年，每周都给1000万，哎，各位想想看，10倍耶，好，你每周都给也有几万，都有1万的人来申请，那就7万人呢，啊，想想看啊，7万人，然后呢，后年的话，每周都给1亿，就是10倍耶，每周都给有10万人，那就70万的耶，总共就是80万的。这一年可能给160万，很快就650万了。哎，按那情况呗，第二个情况嘛，就对情况。我告诉你，那种比赛工高层有一点情况了，我们就得到这些，这样我们做啥？天下帮很少，不要说多少，我们只要拿到100万份，对，有个100万人来申请 ID， 一有 ID 就你拉干。哦，我们期待有这一点知道了，还没有问题。来，有问题的请举手。呀，他是应该有问题。不，不要客气。好了，请。利用这一次我们难得的聚会，我这里有2份报名表，啊，2份报名表，就是要到印度古国去参访，还有一个是到日本靖国神社参观的天马福寿的。报名表，我趁这个机会，我们一桌各放一张，然后你们继续签下去，这样给那个中央嘛，能够有一个心里有一个，也有一个要到底多少人，这样能够统计统计啊，上报告。我补充说明啊，日本那里跟靖国神社跟日本天皇的拜寿啊。这个寿命是38000，啊，这个印度啊，7天6夜，他比方啊，它的成本是要50000多啊，啊，但是呢，咱中央是讲，发电方啊，个人负担3万块，其他呢中央补助，啊，但是有规定啊，爱在座下啊，有受过高级训练班的，啊，有这个，因为咱这边去哦是。轻重的代志嘛，连主持人上司他都卖算过，有轻重的代志，所以拢爱有做制服，哦，去的时候拢爱制服。但是我相信，以日本家己这零零散散休息了嘛，为什么在日本，日本政府无台无资，最近那10天半年才真的在批准。我给他来，你台湾民政府来我们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啊，来开记者会。他自己主动来要求，这很奇怪，啊，所以
他说的这个印度这边哈，坦白讲是有一款友邦哈，哎，民政府的友邦哈。我跟你讲哦，台湾民政府的友邦，基本上还是在嘉义道哦，一直在道上。所以印度呢，啊，有真侪人哦，从来没有去过印度，啊，这边去印度是达赖喇嘛会跟我们一起合照，啊，个别拍照，还是机会非常多。但是呢，名额有限制。一个州啊，或者是往一个州卖消费系啊，一二三四个、十四个，一个州不要超过四个。啊，那这个爱我最好，啊，爱我最好，啊，一选过，谢谢。各位大家，这个头先过过些内容哦，还有一个什么内容啊？给你这个预算是。将来在线有机会，每一个将来可以做部长、厅长的人，我爱关心这个预算。伊你若无了解预算时，就变成讲乌白编，啊乌白开，哦，这是绝对不够，爱做个内容，啊因为有钱会花的，所以另外请注意一下，各位不喜欢来花，我讲安尼比较不贴我啊，比较欠我一点。这物件啊，艺术性哦，啊，讲起是轻轻啊，啊，是有的。我刚才在离民传大学的公家大学的一些课程，有些课程学生都觉得很有趣，实战。啊，我就才去表现有钱，我就回去之后才去表现。我今年我三十来岁的时候，我就才去人家做啊顾问，啊，那地方才是。翻遍了全台湾各县市的这个预算书，没有一个是合格。我去问他们，一些要鼓励，他们都不听。我去他局长说，气不要改变，但是整个县政府的这个员工啊，来参与预算所谓的员工啊，无一个人了解，无一个人了解我的贡献到底是啥物。啊，我请我来来过关。家庭过不来，就光在这一些嘛，嘛过去概念功能就。我们过去安尼变，那就安尼写啊。啊，即摆国军工作，伊国军工作，啊，这个案哦，伊安外几时弄外几时，啊，就甲写落去。啊，拢无从伊写东西，啊，无迄个替代方案，迄个研究方面。哦，啊，恁明天即摆，恁即摆简单就讲，将来咱也是这边的时候，国台会一个大案，大的方案，那有替代方案。那什么桃园机场，桃园机场盖那个样子，在三十几年也是最落伍的盖法。先进的做法应该是靠海边，就像洛杉矶一样，起飞是从海上，飞起飞之后进到海边，它起飞了；降落是从海边过来，然后降落。起立的驾驶先进的这个机场，因为提起完了就完全是中央控制，完全是管制的概念。你从哪个带过去的？哦，地点选择有问题，哦，设计有问题，那所以控制人民的言论很重要。哦，不是要方便大家去使用这个设施的，这样不足，将来这样来改变。哦，啊，当然，其实是这硬体要做改变的是，爱开足钱，因为啥？这个市民有一个方便的所在，是高铁，你加税嘛，所以是高铁，所以。另外，现在普及这个中共政府呢，这些错误的这些建设啊，首先瘫痪了这些事情，就是这些错在。啊，各位不喜欢，我想问，当然，我讲，我不喜欢。就在这块土地有盖的话，那老师，你的物件差不多要花，你说，主任说，跟中华民国的教育局也有不可以教育。啊！这阵盖啊，这啊电都扣分，啊这这款投资的资金，啊这是不利的，这这样划算对吗？对，这是我看不着。这开始困难，这开始困难，这哈，咱可能爱用，咱去做社会做调查。哦，刚才我调查一百个人嘞，讲我安尼盖，你感觉呐？最满，非常满意，哦，非常满意，满意，哦，非常满意。很满意，满意，
过来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哦，做这里、个、做这里、个，哦，喜欢不喜欢的程度的调查，然后去来做换算，做成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讲，你若讲，若讲有80%来讲非常满意，还是讲50%以上讲非常满意，啊20%、30%讲满意，哦，哦，讲很满意，过来就满意。当然不满意，但非常不满意，大概10%、15%，那这个案子就过了，就过了，就可以接受了。代表什么？你这个案子的心哦，大多数的人讲赞啊，而且效果是无穷大，安讲无穷大。哎，你把迄个脑卸过来，做奴隶的脑，你做奴隶的思想，你把对脑海里你把毁掉，坑什么在咩矮？那你把当家做主，那你自治建国，这个 idea 对。咱拢用完全咱家己的物件，咱无去用汉文来上课，咱要用台语来上课，要用英文来上课。台语甲英文是咱的主要语言，甚至咱日文是学校，汉文嘛是学校，但日文学校不能高中还是学校，汉文学校是大学中文系这些学校。安尼是大家来看下你做安怎？啊，那很满意很多，那所以这代表效益很大，用安尼为安尼来计算。哦，所以那个计算的方法很多种。我们在评估这个政策的效果，叫做 policy evaluation。policy evaluation 有量的有流行，有这是 quantitative 的，量的有流行，还有词的有流行。我刚刚也给讲的是量的有流行，具体。但是 quantitative 是很难量化，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满意度来看，非常满意，很满意，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或者很不满意，我可以分六种，加个六种，好、哦，是不是这样？五种了，中间是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哦，按满意、很满意、非常满意，按达种，达种你就来计算讲 EP 安怎？啊，你若讲大多数拢是满意以上，只有5%、10%不满意。因为你这个从这个社会福利函数来看的话，它是倾向于说来修改是大家皆大欢喜的事情啊，少数要服从多数啊，小心做出来一点效果很好，哎，是没有量化，就是用这样来量化，用这个用 qualitative 的概念来量化，然后我们可以给它量化，比如说满意的是60分，哦，很满意是80分，非常满意100分。那不满意的，哦，不满意的，给他，比如说给他这个50分，很不满意的30分，非常不满意0分，啊，来计算，十个人，哦，假设5个人，里面5个人非常满意以上，满意以上，按5个人是不满意，但是非常不满意很少，哦，按非常满意也比较多，比如说3个非常满意，按2个都在这个满意这个地方，但是呢，非常不满意的没有。啊，只有不满意的有2-3个，啊，很不满意有2-3个，这样的话 ，OK， 还是做起来还是对，哎，你我们可以给他点数嘛，给他分数，给他点数，就来计算，给他量化到。但是你在量化的过程里面，一定要请专家来参与，不是公务员坐在桌上这样做。所以为什么要研究？为什么要政策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或者是政策分析的这个课程？就在讲这个东西，还有没有问题？你的问题是会不会选的？来，再一次。那我保证，我保证，但是太保证了。这个一般到我这这个公民票子，也不能保证太多。咱太多意外，这个公民票子，啊，那我这。现在做这些囡仔，妈妈都加一轮工，加囡仔工作包了，所以或者再交个钱，一，啊，再过下来再跑去跑那个干活吧。之前那个，所以我们将来是所谓公民票选，是有公民证的人，有申请到 ID 的人可以票选，没有 ID 的，他只有居留证的，他没有办法投票。所以为什么早期在投票的时候是你有念书的跟不识字的这个权数是不一样的，你有念书投票可能算2票，
你那天输了，可能投票算一票。啊，为什么以前你有负一票，负你不能投票？哦，就是因为说考虑到啊，一种比厨房刚赚的，蛮小的输了，啊，所以说跟不拿倒，也没有投票权。但是后来变成说，哎，负你都可以投票。啊，现在是为了要平衡起见，说麦基也买几票，哦，蔡老板也买几票，他郭叔买几票，这是不公平。一个决定一个社会的。这个说是社会方向的时候呢，应该是知识分子要相对的权数比较高。啊，当然我们将来可以研究这样一个权数的算法，但是目前我们不理解，还没得到咨询。还有没问题？来，不要客气，我们有这样的双向沟通是非常好。我们在问答之中，我们就很多概念可以理清。我们希望将来我们的行动方案，然后我从最简单的经济学讲起。用应该深入浅出的讲解，讲到应用的地方，哦，啊，今天就这样，我们要拿过来讲应用，来，来那个药物，这个是主外，我自己之外，还有助理的，就是交通设施，是土地的，防刷。要去盖的时候，从地坑底部的怎么去设计，也不一定是观光的服务，那也通常不是固定的地方。就这样，像更深山里面的，要怎么去设计？这个的确是很困难，不过这个东西可以跟技术上要配合起来。如果你在深山地方，你如果坍塌，坍塌以后你就一直把那主石就一直往河那个地的地方，就是河谷就流下来，比如说大甲溪啊、所有溪啊，就一直泥沙一直往带下来，带到下游来，哦，那这个可以透过这个专家有关研究这个水文学的人，或者是有关这部分的森林保育的人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相信。假定说我们的资源够多，或者我们预算很精简的使用的话，我们就会够用。这个东西是很基本的，要保障着你的生命财产。哦，不管是上游的原住民，或者下游的这个田埔族，都要保障他的生命财产。所以生命财产都是无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对于一个保障我们资源，让它不要坍塌，来影响到交通，影响到人的安全。哦，这都可以做很高的这个它的价值的东西。想象一下，如果很多这个山都因为由于我们的木头砍伐、连根拔起的关系，所以就很多土石流了。在1990年以前，土石流这个名词不普遍、不流行，但90年以后很严重、很流行。哦，代表什么？代表经过台湾的森林，经过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殖民体制的破坏。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我们当然在建设的过程里面，马上没有办法看出效益出来。比如说，我们将来一定要大量的植批，就是原生种的植物，让它长大，然后把那根扎深，不要再坍塌，那就水土的保持。台湾中央山脉的或者是山区的这个水资源的保持，哦，保存。是台湾往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种东西是无价之宝。我记得中央山脉那个水源，好几千年存在山脉底下，非常甘甜，是外面没有办法制造出来的。你人类的技术再高明，都做不出那些东西。就好像周博士讲的，那种东西它的分子的排列，可能跟地球的分子排列整个是系统是一样的。对人是很有健康的作用的，但是呢，如果你坍荒以后呢，它那个泉脉或者水脉断掉了，就流出来浪费掉，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这样的无价之宝，我们会做相当的分析。当然，我们政府为了要让台湾永续经营下去，一定在环保方面，在森林保育方面要加一大把劲。我们不惜花很多钱来保育这个森林资源跟。保育我们山地的资源，哦，所以我们将来会限制入山的人，入山的人一定要管制，一定要缴费，
然后呢，我们也利用我们很多原住民同胞他的生活习性啊、来保育我们的生命，跟保育我们的这个土地。当然，绝对不能够滥垦滥伐，一定要限制500公尺以上或者1000公尺以上的这个山区，一定要严格管制。所以我现在的山老鼠抓到的话，一定要判重刑，没有判他这个，没有判他死刑，也要判重刑，要让他绝迹。所有的森林自己的买卖一定要限制，一定要限制。像现在林务局把那些很多那个漂流木都挤在一起拍卖，事实上都是换山勾钱，都是换山勾钱。你有权有势的可以调到，有内部消息可以调到，然后卖钱全部去法院，这是非常不合理。我们一定要禁止这样一个恶风。那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另一方面是贪污者，就是你们正常勾钱，就是一定要枪毙或者判重刑啊，或者是鞭刑。所以我们将来这里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当然在原住民的那个地区对山地森林的保育还有森林土地的这个保育，变成是台湾原住民将来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的。当然还有环境预算那当然这个在评估上效益方面一定要请专家来参与，还是有办法可以估计的但是比较复杂。来，请这里。我们宜兰的那个一个山上去，去到一个住在山里面的人的家里，结果他带我们去看他的住的地方，可是他 住在外面，依然室内的多。他家里面的仓库里一打开，山老鼠就在这里，什么树都有，什么树种稀有的，他整大块的没办法搬下去，他就把它分解，人可以抬得动的。然后呢，他去制作各种平地人喜欢的多衣啊，很多了。我看到安尼吼，我感觉真伤心。政府的保养到底是保养啥？咱政府所讲的上稀有的稀有器，红块变白遐。牛樟，别人无人饮，真多，也唔像一寡山地的迄落，安尼嘛嘛，寻山源，可是，伊个家庭个，讲伊是山老鼠，伊拢唔干，所以讲这个问题吼，真严重。你等咱以后呐，有政府。就建议后一定要好好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我一个山顶所建的遐茶树啊，上好是本土的树种，中立讲过。引进外来遐树种吼，讲实在，为了无适合台湾。若讲引进一寡外来树种吼，你有的无法度扎根，所以伊的利用价值，在这个物价方面的人已经讲吼，迄间有真好的利用价值，其实上好的也是本土的树种，才有法度保持这个水土保持。像伫土石流的地方，有一种树，真简单就通种活。就是迄啰九桥嘛，九桥嘛，咱临时动议才解决吼。好，好，谢谢。那个中立说放一下吼，到位令人掉以轻心吼，包括我们很郑重的讲，这只是跟各位开玩笑。
为什么呢？吼，迄个市长要甲大家讲财务，即看咱这边规划上个重点就是中央在讲这个地面边界预算，啊，这么说就是这市长要搞这个财务。我们会在这一次迄个特别会议里会执行意义很重大，所以内阁来电收的时候，对咱这个机会机会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七月初一到十二月三十天，就准备开始编列预算。啊，所以这内阁嘛，要开始事情运转，啊，都要重点讲事情运转，这东西很重要。是，所以中央讲说要调理清楚。好，谢谢。啊，王正景公爵啊，公爵好。按将来一般讲吼，拒绝外来的诉讼。黑板树想过，还有那个曼泽兰，水引进曼泽兰，我们要追究。曼泽兰海西就给过了，因为境外会规划双轨风景村各所散布各所在，风景进曼泽兰的目的是要什么？要水土保持。第二，金是爬在地面上的金嵌，第六个时代，这个人家变成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是因为球啊。金定足深的，一直定一直定，啊四哎送去四方，啊然后把迄土挽掉。日本时代，你错茶是错甲三尺，啊是两公尺以上多，才出。啊然后头甲老嘞，回过发金，回过发银，然后一指，而且树仔枝搭落来时，就继续换去大长。大长的是这层头呐，四枝烂去，伊变做肥了。唔是，中国来连金拢拔除。所以这也造成很多土石流，咱绝对要盖一部南坡，咱造林一行赶快，左林要完全拢建油啊，所以种不火林，这是盖皮瓦就维护，电门盖皮瓦就维护。三林溪拢去进口日本山来种，结果是寒带什么来进口咱热带所在，亚热带所在拢塌，我都生产，非常爱错掉，非常被这样规查行丢掉，艰难的物件，不能用移动机的所在。你有看有会使讲是资源足大量个，种三四十担，才土才落雨，但你拢卡住，你拢一大块了。所以你拢就是大贪污骨，哦，咱将来一定爱好好去研究，来来处理。哦，我讲这出来，咱用一部请这个咱张议长来甲咱讲财务管理个代志。多谢大家，谢谢。编落一定甲金钱有关系啊嘛，啊，甲金钱有关系时啊，咱啊国咱民政府所有的单位，大家就爱去建立这个会计制度，啊，甲内部控制，咱无希望讲。咱的单位啊，有甲地方政府同款的作风。我咧上课一直强调，一科要做两科用，袂使浪费。哦，啊，那要甲大家讲，管钱的啊，一定袂使管少，管少的人。袂使管钱。以前地方政府所咧花多，拢掠主管啊。我感觉这个观念是不对。阿爸若要花多，咱之前的钱，会计部门的主管先掠来发现。因为伊无
就了解嘛。迄、那个你若听讲，咱敢讲，陈总统，伊哪会了解较济？讲下我要办代志，然后下骹还会加讲讲，还会恁去处理就好啊。哪会讲咧判罪是咧判啊总统的代？我是讲，是这个观念，就是讲爱主管有责任无唔对，但是主管会的人、甲出纳的人，你爱负这个重大的责任。什么钱会使开伊？什么钱袂使开伊？一定爱照详细。啊，希望咱大家有这个观念以后啦。咱会大家祝福啊，顺利。咱这个单位出去，清清啊，变变真啊，真清气。所以讲，一点钱也袂乌袂开。那你咧开吼，会使私人咧做咧开，公家的钱你爱用伫公务。啊，秘书长你做交代。中央的人员去伫地方拜托公家员工，所以讲咱一定我会遵守，希望各有关单位我大家遵守。啊，我报告到这，感谢大家，多谢。你鼓励呢？你今晚去点？请你吃饭的啊，所以我大家拢请进去。啊，来请进啊，中午无食了了，所以讲啊，中午代志啊，所以见吼，便当就好个。啊，当然，若说咱是这中午来请咱各位的吼，都有大方的。啊，好唔好啊？好啊，好啊。过来吼，咱一个专题啦，要请那个刘顾问吼，来专题十分钟啊。太过分了嘛！伊对这个啊，做 TCD 啊，台湾民政府有一寡期待，还是讲有一寡看法，啊，希望大家注意听，做不对，谢谢。